我想你没有弄清楚我的意思，你不会付出代价，因为你不会再回去了。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带着你远走高飞，我永远也不让那个欧诗词再动一根汗毛。听起来像真的一样。是真的，我们不要那张离婚证书了，那只不过像薄薄的纸而已。那张纸并不能阻止我们相爱啊。 从今天起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我们走，我们走到山里去，我们走到海边，走到一个令人不能阻拦着我们相爱的地方去。有这样的地方吗？有的，绝对有的。台湾不是小地方，让我们两个从这个充满欺诈的人群里失踪吧。这会不会太疯狂了？ 我什么也没带，你呢？你带了什么？我带了你呀。够了，母怀。我从小就游戏人生，做了很多不负责任的事，但是我不敢拿你的人生开玩笑。你还有你的事业。 你的家人，你的前途，我的事业就是你，我的家人也是你，我的钱都还是你。不要再对我说任何反对的话。如果你再说任何一个字，我会生气的。孟怀，再也不要跟我生气，不要生气。我跟你走，不管你到哪里，我都跟你走。 杰儿，杰儿，阿宝，你们忘了阿宝和杰儿？我没有忘，没有忘。只是你和于慕怀，那么我简直没有时间想。一家四口，嗯，一家四口。那我们现在开始走吧。
4、5个钟头了。阿宝呢？叫他救我。他不见了，连杰儿也不见了。徐木怀，我非杀了你不可。Thank you.